位以撒、预备的妻。圣经说，当一个人长大以后，要离开父母、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可是以撒和利百加是各分两地的，他们是怎样走在一起的呢？接下来我们欣赏以下的小品《仆人为以撒预备娶妻》。好，儿子上来。来，我儿子穿的破烂。以撒，老伴老了，你也长大了，我得给你找个老婆。来，给我找个姨子过来，让老伴坐一下。快一点，没时间。哎呀，儿子，你过来，老爸跟你说吧，迦南的女子你不能娶，所以爸爸想了一个计划，你去给阿和叫过来。阿和，我的仆人。是。你可是不收啊？我可收啊！来，阿和过来，坐。阿和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你最忠心，我有事情要找你，这件事非你莫属。老爷请吩咐。没什么吩咐的，我只是叫你去一趟。这样子的，其实呢，我看以撒这么单纯，怎么娶个迦南女子当老婆的？我要你去到我老家去，找个女子过来，把她带回来做以撒的老婆。好的。哇，你真听话，要摸着我的手，摸我的大腿，摸着，是这样子的，你要把女的带回来，不要把我的儿子带过去，切记。好的，我一定会带回来的。好，这样子，听我向上帝，是。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我在这里向你起誓，我一定会遵从我主的教诲，我会去带一个妻子来。不是你的妻子，是我要给我媳妇带一个回来啊。是的，我会带一个媳妇。好。哎，以上，把老爸的账拿过来。刘太太，阿和，你最忠心了，这个账跟随我多年，交给你一路顺风，早去早回，切记啊！愿上帝祝福你，与你同在。来，谢老爷，马上起身，马上走，走好。儿子，跟老爸下台去。老仆人带着十匹骆驼和各样的财物走了出去。那么久了，我主的家乡到底在哪里呢？拿鹤之地。天将晚的时候，有众女子出来打水。仆人把他的骆驼歇在井旁。小姐们呐、啊，我到这里，我很累，我想要点水喝，可以吗？天色已经这么晚了，我喝点水喝，我回家不就晚了？可是我的骆驼都快要渴死了。请你们心情好吗？井那么深，打水又那么累，我不认识你，凭什么给你打水？啊！进去。这位美丽、温柔、善良、大方的小姐，我们真的是十分的渴，求你给我们点水喝吧。亲爱的老人，看你又渴又累，
我也给你落款了。谢谢。到底是请问这位小姐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江南南鹤。你努力了吗？声音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我一些东西要给你。实在是太多了，你先拿一桶，先拿两袋吧。请问这附近有住的地方？我落单路太急了，实在是找不到旅馆，给我们这些骆驼住。那你就来我家的住宿吧，我家有吃的，有粮食，也有睡的地方。你跟骆驼都来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欢迎你们。谢谢骆驼们。终于他们走到了立百家的家中。这些黄金我先收着，你先去做事。真的是真黄金。这些黄金全都是真的。对，这个人肯定很富有。我先去门口把他接进来。他帮把这一群俘虏跟骆驼人接了自己的，进了自己的家中，然后住了一夜。先在我家住一夜先。来，这边是你的房间，你先看你的样子肯定很疲劳，先睡一觉。谢谢大哥。好，天亮了，然后他们要启程往亚伯拉罕的地方去。睡醒了，睡得好吗？睡得很好，谢谢。我想说，嗨，我的妹妹李百佳，真是我要找的人呐、啊！如此的温柔、善良、美丽、大方，真是我主所要找的媳妇啊！请问大哥，可以将李百佳配给我家少爷吗？
这件事呢，我还是先问问我妹子吧。一百张，一百张。您愿意跟这位这位仆人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去做他主人的儿媳吗？我家少爷容貌俊美，是大的大帅哥。或许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吧。感谢主。大方贵茶，你撒上。阿恒，你回来了。少爷，我回来了。我带回了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妻给你。拿去。这是上帝所预备的，我这就带过来给你。一百家。他已经在叫。少爷，这就是一百家。男神父母的以上和一百家做成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